我们下中正社区啊，原本在我们的中正路就公所旁边的那活动中心啊，今天我们理事长又把他的服务据点往我们的上华里集会所这边来延伸过来哈，让我们的大中正社区的社会福利啊、社区营造啊，等于是从一个点延伸到线，然后服务的面又更广更深啊。然后这也我们要感谢我们社会局、市政府社会局啊，一直把社福的资源往我们龙潭区这边来投注啊。我们给我们的社会局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感谢我们社会局的局长啊。我们也非常的敬佩我们的理事长哦，他一直在推陈出新，跟我们的上级政府争取一些社会福利、社会资源。像前阵子我记得前阵子有点印象是在这边又办一个关怀据点的揭牌，然后在大中正社区，在以前的旧消防队那个社区活动中也办了好几场的一些活动哦，让我们的大中正这边社区的这些社区伙伴们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还有一个活动的场地啊，希望各位社区伙伴可以一直参加我们的社区活动，让我们的社区发展更为蓬勃发展。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的何长啊，谢谢。